八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云手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第五个八拍。第五个八拍，左脚踩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五、二。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第一个八拍，双脚打开，胯部往右侧往下拉下来的时候，左脚踩，左脚踩，右脚踢，右脚踩，左脚踢，好的。第三拍的时候蹲，马步蹲下去。第四拍的时候并脚跳，再来一遍，我要七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们的手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打枪的手往下打，双手往右手往上。来踩左脚，手臂往你的右斜上方，五六七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向上。好，右臂部翻手响指，五、六响指，七八是小五花，七小五花，八的时候双臂打开，八从拳两头 拳头。好，第二个八拍，双手交叉抱头，左脚起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左脚后退四步，我们的右手画圆。右手画圆，上下上下，相当于就是踩了一个自行车一样的，就五六七八，幅度小一点，手画的圆要小一点，咱们有一个画圆的一个动作，五六七八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八拍。第三个八拍，我们的脚八字平移，左脚打开，左脚是脚后跟，一脚后跟打开，一二三四收回，把脚啊来左脚脚后跟一打开，二收。三打开，四收，来我们的右脚脚后跟，左脚脚后跟打开的时候，右脚是脚尖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这是左边的。第五拍的时候是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脚后跟，一右脚脚尖点地，二不要踩下，三第四拍右脚踩下去，四第五拍的时候，我们右脚的脚后跟往外，右脚脚后跟脚尖往外走，五左脚脚脚后跟垫起来，脚尖垫起脚尖，脚后跟抬起来，五六收，七八收，好，手我们的手是一二三四回，五六七八回，好，五六七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左脚打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再来一遍，五、六、七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收，来慢速，五、六、七走，一，来再来一遍，慢速，五、六、七走，一、二。三回五六七回，好，第二个八拍，第三个八拍，右脚踩，双手往下捞，右脚踩，一二，右脚往后踩，三四，重心往下，碰三四三四五六七八，右脚前点，左手抱头，右手往下压，右手在正前方提落胯，五六七八。哎，从低的到高的，看手的方向，五六七八，压手腕。好，第五个八拍，双手手心相对，一二，重拍往右边，一二，提臀提我们的右胯，一二三四的时候，右手往下压，三四，右手往下压，三四，哎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右脚打开，右左手敲我们的左胯骨，五六七八，哎，敲我们的左侧胯骨。